平定三藩之乱后，康熙立即着手收复台湾，完成祖国统一工作，并于康熙22年收复台湾。台湾自三国起就与大陆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联系。明末荷兰殖民者进占台湾，崇祯以来，福建沿海人民移居台湾的很多。康熙帝即位那年，即公元1661年，反清将领郑成功指挥大将进攻台湾，赶走了荷兰殖民者，收复台湾，为中国历史上立下了不朽的功勋。此时的郑成功除留兵守金门、厦门互为犄角外，所部全移到台湾。由于郑氏政权坚持抗清立场，成为清政府的心腹大患。康熙继位以来，一直以收复台湾为己任，为此他采取了种种措施，其策略总的来说是朝府并用。康熙元年，郑成功在台湾病逝，其子郑经在厦门继承父位，但与暂管台湾事务的叔叔不和，势同水火，诸将互相猜疑，人心动摇。清廷趁机开始招抚，但以失败告终。康熙2年，即公元1663年，清军攻克厦门、金门等地，次年郑氏沿海据点被清廷一一拔除。在三藩之乱前，康熙帝打算用和平手段统一海峡两岸，多次派人到台湾对郑经进行招抚，但郑经在谈判时要求按清政府对朝鲜的势力对待台湾，这就是说台湾不归入中国版图，康熙拒绝了郑经的无理要求。三藩之乱时，郑经趁机率几乎全部海军渡海到厦门，但由于抢占地盘与耿精忠发生矛盾，耿精忠降清后与清军合力来攻打郑经，仅几个月清军便收复福建等地，郑经只得又退守厦门等沿海岛屿。其后郑经还曾派遣手下大将刘国轩进攻福建，但最终也以失败告终。清初统治者为困住郑军，在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迁界和禁海，将各省沿海居民内迁30-50里，设界防守，不许人民越界下海，使当地人民生活生产遭到破坏。平定三藩之乱后，康熙决定用武力统一台湾，任命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，全权负责收复台湾。
施琅受命后，利用一年时间整顿水师。康熙22年六月，即公元1683年，清军在铜山港逝世。施琅同水师30000多人、战船300多艘，进攻台湾门户澎湖。6月22日，澎湖决战爆发。清军充分发挥数量多的长处，集中优势兵力，将郑军战船一只一只消灭，基本上歼灭了郑军的有生力量。澎湖大战以清军的绝对胜利宣告结束，随后澎湖36岛全部投降。澎湖大战胜利后，郑军已无法对抗，无论和战，台湾已经是清廷的囊中之物。其后施琅一方面做进军台湾的准备，另一方面派人去台招抚。走投无路的郑军宣布投降，清军顺利开进台湾。清军收复台湾，标志着大清王朝真正完成统一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。国内大规模的战争局面结束，康熙王朝进入了全面恢复和发展阶段。